国跟中华民国断交已经快40年了，大家去劝别人不要跟中华民国断交，实在是比较难说服人了。我想只是说说而已。总统早上你就是好像座谈会演讲，说有大陆的民众说希望你能够去大陆演讲，你有说明年希望有机会，是不是？我要明年520之后才有机会去大陆，所以我没办法先做承诺。有机会会想去。三个月会不会担心现在的选情状况？因为很多地方还是分裂，还没有调好。很努力吧，对，加油。选举当中总是会有一些纠纷啊，我想大家以大局为重，能够求同存异，慢慢整合起来，应该还是有机会的。大家觉得您比较像党主席，怎么看？啊，我觉得你比较像党主席，人气也很旺。哦，那恐怕是有这个边界。那总统这几天那个这几天的灾情，你觉得说我们该怎么样处理？对那些灾民有什么样的那个帮助？这几天那个水灾那么严重的话，你觉得怎么样的帮助比较好？不管是各地方政府应该都会去处理了。越来越严重了，一直停滞那么多。谢谢啊，不好意思，对，我们今天是来那个，继续开始，我们以和养生，谢谢大家辛苦了，谢谢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